主要呢要營養要足夠先，因為好多人呢就冬天呢就懶了，就唔想煮飯了、哦、其實呢一日最好有三餐嘅節餐，起碼粥啊、面啊、飯都好嘅，就千祈唔好食麵包啊、餅乾，咁呢個就非常之重要。如果唔夠營養嘅話呢，就身體嘅體會會差啲嘅。衫咧就切忌啲著太多衫，不過問題就係話咧比較論盡啲嘅，會容易啲跌倒嘅喺屋企裏邊。所以我哋建議長者就著三層嘅衫。咁三層係咩意思？第一層係保暖嘅內衣，就唔係一般嘅 T 恤啦。第二層係一層襯衣，係嘅爪毛嘅，即係有啲人哋滑雪嗰啲咁樣。第三層咧係一件隔棉嘅外套，可以有地拉鏈啊紐咁樣。咁我譬如出街飲茶或者做運動嘅話咧，你要拉實拉鏈。同埋咧，如果出外去地公園咁樣咧，就要戴埋手套。第一、第二頸巾同埋帽，因為依啲地方好多時就忽略咗，就會失温嘅。另外就屋企唔好閂得太密啊，啲窗個空氣流通嘅，好容易啲病有呼吸病嗰啲就容易會誘發個發作咁樣嘅。